第三位嘅馬啦，外邊黃衫咧就福滿寶啦，粉紅衫內欄第四係勁快聯盟啊，第五位紅衫再人和嘉勝內欄位置美滿星雲響出邊啊，係對行之星啊，後邊嗰五隻啦，蟲草之王紅衫嘅，尾四海船再來尾三咧就銀進尾二都靈勇士爆尾嗰只白面通啊，入正直路啦，上教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噶，木火同明開始上嚟追佢噶啦，再見到外邊嘅福滿寶啦，大外檔對行之星啊，馬林中間上緊仲有美滿星雲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嚟埋邊上教啊，外邊衝上嚟係對行之星啊，中間仲有勁快聯盟啊，咁啊出邊位置人和嘉誠接近中間對行之星收姜嚟贏啊，跑第二名嘅馬咧應該係一隻勁快聯盟啊，咁啊至於第三咧就美滿星雲，第四名有人和嘉誠同埋出邊好遲上嚟啊，銀進需要影相啊，結果嚟到尾場賽事，咁啊呢只對行之星都贏得相當輕鬆，清脆利落。第二位咧，外邊係陽光傳奇啦，霸住內欄第四咯。南萬走嗰只係美滿星雲嚟噶。咁再後多層第五位啦，內欄必跑得啦，出邊各取所需啦。六三紅帽三劍俠攞出去啊，跟住佢一齊出嘅馬有財進啦，馬林中間揾位黃帽綠色就係銀進嚟噶。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咧就愛任性嘅。咁啊見到中間木火同明已經將佢追過，從個馬林中間穿上嚟係銀進啊。再見到外邊有必跑得各取所需，外邊追仲嘅超額贏球啊，接近中啲銀進將對手遠遠掟甩而贏馬，必跑得跑第二，各取所需第三，埋邊福朵朵跑第四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銀進臨場咧，去到閘後邊係有啲急嘅。咁但係喺個操控性方面啊，跑緊嘅時候佢都冇咩問題。結果就將對手掟甩而後上贏馬，必跑得前中段貼欄。內欄第五嘅馬咧就新威力啦，咁啊再外邊有高穩啦，後啲嘅馬明進福星內欄啦，咁啊有啲咧就難以操控咁樣喎。咁啊後多層嘅馬福朵朵啦、銀進啦，咁啊外邊功夫茶啦，內欄尾子就特工啊，包尾嗰只一擲千金嚟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大家開心啊，追佢嘅馬咧就奮鬥雄才已經上咗嚟啦，中檔位置上明進福星啊，馬林中間入邊追咧，仲有呢只咧就新威力大外檔銀進上緊嚟，最後一百米佔先係明進福星，外邊喳喳聲上嚟到銀進，入邊位置勁快聯盟，終點嗰步好接近啊！外邊係銀進，中間就明進福星，咁啊入邊就勁快聯盟啦。咁啊似乎個勢咧就以為去到最後五十度啦，明進福星都似乎贏啩，但係外邊一步一步上嚟，銀進贏啊！第三咧應該係輝煌啦，第三位內欄有呢只咧就魅力寶區啦，出邊穿甲英啦，咁啊見到馬林中間啦，藍衫黑帽電源之區亦都上緊嚟啊，掟埋出去大外檔添啊，咁啊等入邊嘅馬紅衫黃帽銀進響內欄喎，攞出去嘅馬仲有白衫嘅實力派啊，有精彩嘅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就自然輝煌，鬥緊就齊天大勝啊，咁啊我最出嗰邊啊電源之區已經喳喳聲上緊嚟啊，內欄咧仲有旭日光啊，魅力寶區啊，馬林中間銀進依家先上啊。最後一百米到啦，咁啊前面透出嘅馬自然輝煌，外邊電源之區又打翻上嚟，入邊齊天大勝，出邊銀進過終點第一名，電源之區咁啊力壓對手咁，我睇個勢就好似衝上嚟啊！嗰只銀進同埋自然輝煌兩匹馬要影相爭第二啊！咁啊結果電源之區哇都好明顯真係騎落去食得起只馬噶，咁啊結果就贏馬啦，跑第二名嘅馬。自然輝煌喺入邊位咧，仲有銀進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要攞出去啦！粉紅眼就紅運飛鷹啊，內欄尾五多利神驅後邊四隻有主意，六欣神驅黃龍上將暫時包尾，仲有妙玲瓏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加州一寶外邊就冚上去，中間肥仔醒醒啊，內欄就美麗笑聲啦，出邊追有進龍驅，大外檔銀進啊，馬林中間仲有多利神驅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美麗笑聲埋邊已經穿咗上嚟噶啦，中間有加州一寶多利神驅亦都上緊，外邊位置就銀進啊，接近中啲美麗。笑声赢得相当轻松啊！跑第二名多利神驹响中间就似乎压住咗埋边嗰只银进啊，外边嘅银进啊。第四咧系嗰只加州一宝啊。结果今场赛事呢只美丽笑声咁啊成功都打搭跑得好好啦，跑第二名多利神驹一路压住咗外边嘅银进，第四名嘅马系加州一宝。潘顿赢埋边维港奔流就走咗上去，第五位建策群英啊，内栏第六咧就二进啦，再后边第七位红衫黄帽银进咧都系生位嚟噶，后边嘅马智勇神驹天天得落响尾四，后边三只银锤仔啦、粉红眼罩自力更生啊，包咗落尾嘅马仍然系嗰只隐形翅膀嚟嘅，去到对面直路尾过六百啦，咁啊马晓红顺住走啦，第二位嘅马有呢只冠宝驹啊，埋边啊郭妙星啦，出边咧就维港奔流啊，第五位嘅马。
有建策、群英、內欄，仲有二進啊。外邊位置就係呢只銀進噶啦。後啲智勇神驅攞咗出嚟，內欄位置咧仲有銀錘仔。後邊三隻天天得樂、粉紅眼罩、自力更生，包尾嗰只係隱形翅膀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馬驍雄仲係攬下攬下戰尖嘅，埋邊二進上咗啲，出邊咧追上嚟就係銀進啊。中間仲有建策、群英、自力更生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馬驍雄仲係佔先啊，自力更生追緊佢，出邊仲有銀進接緊中添，外邊位置冚上嚟銀進，中間自力更生兩匹馬相當接近，但係最後一步咧望落去嗰只自力更生咧，咁啊真係都幾有機會喎。二號自力更生外邊就係呢只銀進逐步逐步上嚟，咁啊馬驍雄。